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讲八字，这是第30讲，讲什么呢？讲和吃货有关系的。我写了一个题目叫"吃货无定势"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八字里边，不是说我有哪个组合就一定发生车祸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第一，相同的八字有很多。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都发生车祸。第二，发生车祸的人很多，从60甲子来讲，每一个甲子都可能都有。就好比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会最后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就是60甲子，每一个甲子都会死去，所以它里面没有固定的模式。不能说某一个组合就一定会怎么样，但是呢，如果把某一些组合定为吉凶祸福，这是可以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知道古人也是在讲吉凶祸福，讲妻财子贵，讲富贵贫贱，它里面有吉凶祸福。简单讲就是好和坏，这个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，这是一个乾造，庚戌、己丑、丁巳、甲辰这样一个八字出来以后，我们看到丁火生在己丑月，那己土是本气透出，这是一个食神。同时呢，丑是金库，庚金的正财，它也透出了。从日主来讲，生在丑月，戌年，年月是土金，啊，年月是土金，全部是泄气的。坐下一个巳火，这是一个庚戌。甲木通庚成土。正应来生，因为生在腊月，还是比较冷的，腊月的火，所以说需要什么呢？需要这个木来生住，也可以弄作什么呢？食伤配应，应来生身，这就是大概的这样一个气势。因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八字里边，甲木生丁火。生己土，生金，这个气势往哪走呢？往财上面走的，这个气势往财走的，从下向上升上去。既然往财上面走，可是财呢，对于日主来讲，耗气太凶了，这是需要注意的。也就是在原局当中，它是偏弱的。它是偏弱的，有庚是有庚，相对来讲是偏弱。食神和财很旺，当大运来到壬辰，壬辰是一个正官，叫丁壬相合，啊，这是一个正官。可是这个辰土呢，有辰戌相冲，辰戌相冲以后，土就更旺了。因为辰是什么呢？辰是一个伤官，啊，辰是一个伤官，伤官是泄气的。八字里面本身就有辰、丑、戌，现在它加进来以后，整个地支。全部是伤官，这是一个什么象呢？这说明在进入辰用以后，这个象不好，因为丁壬合把伤官合过来了，合过来就会犯伤官，然后
流年无寅，流年无寅呢，这就是一个伤官。寅戌是什么呀？说是合伙，现在什么？现在实际上成了戊土的一个根，成了戊土的根，结果大运和流年就成了一个伤官见官。这是一个什么信息？这说明这个戊寅年，因为是伤官见官了，这是一个灾。有人讲了说，那这不是有个甲木的吗？甲木不会来克伤官吗？会。那庚金呢？又该怎么弄呢？首先这里边，戌土、丑土、巳火、辰土、己土、辰土、流年的戊土，这个伤官已经成群结队聚集过来了。他聚集过来以后，就要来找这个壬水来说话，而壬水和丁火合到一起的，找到了壬水，丁火就会跟着受牵连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伤官见官的流年就是一个灾。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因为伤官五行属土，所以要预防忌月。忌月，因为忌月的时候伤官是最旺的，结果在丑月。在丑月的时候发生了车祸，有人讲了啊，丑月丑是车祸，还有人说什么说辰是车祸，只要是辰和丑这就是车祸。等一会儿我们再举几个看是不是一定是丑和辰。这个车祸发生的很大啊，这个车祸发生的很大，这就是什么呢？伤官见官的流年，这样一个不好的组合，再加上伤官成了太旺了，伤官太多了，伤官五行是土，土是皮肉，皮肉之伤是在所难免的。这是第一个说车祸，我们把它写到这儿。这个车祸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到底说这个车祸它有没有一定的格式。为什么要谈这样的话题？因为经常会遇到在网上一些说自己呢断车祸啊，只要一看八字它就是车祸，把某一些偏缘断语叫奉为归孽，这个是大可不必的。那么第一个这是什么呢？我想我这样写应该不为过。上官见官，土旺泄身，这个土太旺了再泄身，这是第一个。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稍微长一点，我们再来看一个。学八字学的是理论，学的是道理，没有必要把八字看的呢好像是生命宗旨啊，学了几天八字以后什么我都能看了，什么都能算了，并且呢把一些这个偏言断语呢就当作是宝贝了，葵花宝典了，大可不必，真的啊。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八字，乙巳、丙戌、戊午、丁巳，这样一个八字，大运在癸未，流年乙亥。这里边没有什么呢？没有丑土，也没有辰土，也是什么呢？火土很旺的，火土很旺的。
大运是一个正财，流年正官。有财有官的这样一个大运流年，何况这个亥水呢，又是癸水的根，未土又是乙木的根，这不是挺好吗？但是这一年车祸，大腿啊都断了，啊，大腿都断了。我们来看看。我们在不知道他是车祸，只是拿着这个八字来看这个乙亥流年，在癸未大运里面，是不是我们要把它归类为凶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戊土生在丙戌月，丙火透出一个枭神，丁火正印也透出来了，因为戌中它就是有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硬格，啊，归类为硬格。结果我们发现呢，地支巳火、戌火、午火、巳火、丙火、丁火。有些人可能一看存旺了，其实我到现在没搞懂什么叫存旺啊。首先这里边呢，这个火和土遗弃了一点，啊，这个火土是非常旺的。这一点乙木直接化为丙火了，因为乙火去，乙木去生丙火，这样一个八字，火土一气了，啊，火土一气了，可以想想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最怕什么呀？最怕来冲他的旺。什么叫冲他的旺呢？他天干来什么呢？天干也怕水，水来了不是土在克水，就是水在克火。地支怕什么呢？地支怕子亥，他要冲子，他要冲亥。尘土来了好不好？尘土来了也不行，啊，尘土来了也不行，这是比较怕的。因为进来以后，以小博大，就会呢发生事故。现在这个。癸未大运以后是戊癸相合，啊，戊癸相合。那要是壬水呢？壬水的话，丁壬也合。如果不是丁壬，壬水来了以后，也是一个凶险的流年。现在戊癸一合，又增加了它的一个火土的一个力量。未呢？未加进来以后还是土的力量，巳午未，这个火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但是乙亥年，乙亥年和乙巳是一个天比地冲，和丁巳又是一个在冲，所以说这个亥水过来以后，是来打架来了啊，他来打架来了，就是什么呢？以少占多来了，又是。太岁，啊，又是太岁，这个冲太岁冲得很厉害，所以说就这个冲太岁，就这一年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，也就是个凶年，好嘛，知道了，说什么呢？说乙亥年凶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谁能直接假说是车祸？怎么样就联系到车祸了？但是有一点说，这个冲了，冲太岁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又有官又有财，都参与进去了。那可以想一想，它是和财官有关系的，和财官有关系的。那什么时间段呢？这个就好办了，因为这个巳亥相冲，就要考虑什么呢？就要考虑这个4月和10月。因为这个八字没有给反馈是几月份发生的车祸，只告诉了乙亥年车祸腿断了，啊，腿断了，所以说呢，没有定时啊，没有定时，那这个是什么？犯六冲。
这个是犯了六通，通了太岁发生的车祸。我们再看第三个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八字，壬戌、己酉、庚申、甲申、大运、戊申、流年、辛巳。在这个八字里边，很直观的我们会看到了，这里面是地支申酉戌三会，这是一个阳刃格局。首先，我们说这是一个阳刃格局。阳刃格局一般用什么呢？用官杀比较好。现在这个八字里面它没有五行缺火，戌中一点丁火，一会没有了。天干有个壬水，还想暗合一下，所以这个丁火用不上。己土的正印干嘛呢？成了忌神了，我已经阳刃了。现在是这个，用它。用它呢，要是用财去升官就比较好，现在也没有，将就用它，啊，将就用它，壬水，别考虑它了，为啥呢？这戌土、己土，就不要考虑它，直接用它是比较好的。结果呢，戊申大运，戊土把壬水克完了，申金又是一个金。我们看看甲木到申是个什么呀？绝地。啊，甲木到申是个绝地，这个甲木遇到这个麻烦了，还要犯个什么呢？劫财。巳酉是半合的啊，巳酉是半合的，说申巳能合吗？能合。合也透不出来，生死合也透不出来。如果能透出来，假如说这是个鬼巳，哎，不一样了，能透出来。或者是这是个人参，我能透出来也好。现在透不出来，劫财劫谁呀？劫的是甲木。现在用财去升官，官还没看到呢，把甲木劫了。这一年的车祸头伤。看看是不是头上壬戌啊，头上啊，车祸这个伤在头上，甲木为头。好了，这是第三种情况。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呀？犯了劫财了。啊，是劫财的车祸。有人讲说丑土。这个巳酉合到丑了，丑看都看不到了，不要考虑那个丑了，没有必要硬套理论，这就是劫财，啊，就是个劫财。这是第三个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再来。